今夜大家赏月饮酒，明日还要上山砍柴呀，快睡去吧。是。 哎呀，我不能走啊！王七，你还跪在这儿干什么？你不是想回家吗？师父，我想学点仙术再走。啊，那你想学什么呢？我想学穿墙术。嗯，好吧，明早你来。穿过这堵墙壁，附耳上来。 我教你咒语。嗯嗯，对准墙壁穿过去。快，快呀，穿过去。 不要怕，穿过去。咦，真的穿过来了，哈哈，真的过来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再来一下。哎，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回去要安分守己。 敲穿墙进去，我穿墙进去，定要叫娘子吓一跳。娘子。 娘子，哟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<笑>这就是我学到的本事。这么多日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 干嘛那么高兴？娘子，我学到仙术了，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。你看，谁家有金，谁家有宝，穿墙进去，我穿墙进去，拿了酒泡。 什么？你学仙术是为了当小偷啊？啊！倘若动机不良，仙术就要失灵。不管他，反正我已经学到手了。唉，不信我穿给你看。 Thank you.
呀，你疯了！哎呀，别发神经了。哼，不要紧，不碍事。再来。哎，算了算了。怎么了，娘子？你看我撞了个包。哪里有什么包？你是在做梦啊？嗨，总是看神仙传，瞧你真是鬼迷心窍了。